串鐵的市民，比盡我比盡得拳頭，大家可以好像摸盾下來插我們的腳，甚至側擊我們，這些是不是真的正常？相信香港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个刻骨铭心的三分钟，是不是？是是。那我们这个参山纪念仪式呢是完成，那就请台上的朋友落返去蓝色帐幕，我们先喊口号先，是准备一起喊口号，好，再喊一次口号，好，再喊一次，雨伞运动，多謝文宇啦。